杜飞短裙，丸子头。Angelababy 少女味十足艺人 Angelababy 杨颖日前以露背短裙亮相内地综艺节目的发布会，一当人母的她绑上丸子头，依然少女味十足。节目以机械人为主题，她笑指自己并不了解机械，更调侃通卫战队队长的老友李晨说：“陈哥最厉害，因为年龄最老，经验丰富。”杜飞短裙，丸子头。Angelababy 少女味十足艺人 Angelababy 杨颖日前以露背短裙亮相内地综艺节目的发布会，一当人母的她绑上丸子头，依然少女味十足。节目以机械人为主题，她笑指自己并不了解机械，更调侃通卫战队队长的老友李晨说：“陈哥最厉害，因为年龄最老，经验丰富。”